哇，我看到80万呢、欸，哇塞！哇，好吧，那我就是中。不会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汉堡爸爸。今天我们要刮刮乐，汉堡姐姐今天要刮刮乐。我们现在先要刮的是超速777。没有，你们两个不是要 PK？ PK。晨晨，你选三张。来，我们现在是 PK 赛。晨晨，你选三张。阿公交证。对。有几张？六张哦。那一个人选两张。新给阿公选。一个人选两张，看谁金额高。就是一个种类抽一张嘛，对不对？都可以啊，他要两个也都可以。这样的话，他如果抽八十万，他就赢了。老公抽两张，因为我们要比赛，看谁的金额比较高，谁中的金额最高。那个姐姐我们后面要醒看嘛，不用，就给他刮一刮就好。新刮不用刮了，不是有电脑吗？来，换姐姐，换。张雨晨，演示一下各个公共委员会审议委员会这张，还有一张，这样在干嘛？好，那我就是抽，换你，那我就是抽这一张，然后这是姑姑的，好的，28，买错了是不是？这个还有31耶，后面会写哦，80万还有31趴，70万只有28%，为什么？所以它很好中，是不是？来，开工。他说：“好，那你先。”你可以认识。这个我们之前有那个啊，招财兔，你就是刮大小。我先刮吗？没有啊，你就讲解。他这个就是比大小，你的萝卜跟对手的萝卜，你如果比较大，你就会得到那一个的奖金，这样子。对，这个的就是这样，所以你就全刮出来，看你萝卜有没有比他大，这样。为什么我看到一个很长的金额吗？对、啊，可是你有那个硬币啊，你可以刮，是不是？只是一直在做大便，就全部把它刮开就好了。你不要喷的到处都是。没有，要这样子，然后再把它集中。我要开始哦，来。好，帮你看这张。好，12，不要。把它刮破哎。他说你只要刮到一个7，我来刮啊，我来刮。没有，你让他刮嘛。对啊，我帮他刮。他要自己刮。把 Q 啊，你教他。轻轻的这样子就好了，不用大力。来，这个很简单，只要你有刮到7就有。这个完全没有。1、2、9、8、4、6，好，没有，拜拜。他说就有那个金额，这边都没有7。什么？5000。你要那张票，这里有钱，请刮。哦，中了，中了，我看到了、欸，看到什么？看到80万，哇，我看到80万呢、欸，哇塞，哇，好吧，那我就是中，不会有几个？1个、2个，要几个？我不知道，我还没有看到，没有，那个是我知道，但是你的金额要比他，你的数字要比他大，前面这一个要比后面那一个的数字大，就可以获得这一个的奖金。有吗？有嘞，我又没中。哦，剩这一格，来咪牌，咪牌有就有200块了。哦，没有。哦，很大声有没有？80万呢？你弟，这样斜斜的，这样子斜斜的。对，斜斜的。弟弟，你要轻一点。那我没中，我奖金只有5000。不会啊，你要看数字。如果你这一格比他这一格大，就有后面这个金额。第一格是你的萝卜嘛？等一下把它刮破。看不到字。这里。啊，第一格16、20没有，25、26没有，11、12没有，21、25没有，12、13不。来，你的，我帮你看，这你刮好了吗？我们先把那个金额先开出来哈。比大小了，你这感觉会中，因为有200块的。13、17、15、16、19、21没有。后面的28、18、25、20都二开头呢。我不知道怎么办。我500。221比20。竟然还没有人刮出有钱的呢。完蛋了，这个是过年后的那个，是不是？废卡就斜斜的刮，你不用对斜斜的就可以了。完蛋了，来 okay, 给我们的读卡机来，我看 B， 我要看一下 B，
27 28 1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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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也不知道。好，我们来看，这是阿公的啊，说不定阿公会赢。我们都共估，没有，这边陈晨有一张。七七七怎么玩？他只要刮出一个七，就可以有奖金。哦，他上面的奖，七的下面然后就有。没有，就只要刮出一个七。好，哦、全部全。你看他这边刚刚这一张198426，比如说你这个是七，就有7万块。所以你只要刮到七就可以。讨厌。好了。你刚刚生气呀、啊？我帮你看，一二四六九三八，没有。你看这个是七千。等一下，他这边有一格没刮到，这边旁边这边没刮干净。你先听哦，你看连玩刮刮乐的牌品都这么差、啊。耶耶耶！这样子。哦，你要存最好几丁。我最后一个希望。八。是什么？八三。三。挡住你挡住光了。来个七是什么？咪牌有没有？咪牌。上面。七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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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托七七七七。500。七七七七七。哎，太难了。七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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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。旁边还有一个，我记得旁边还有一个。九，下面还有一个，对不对？下面还有一个。Q 码扣吗？还是没有啊？这边还有一个啊。哇，10000块。7万。7万。你不要猛，我们把碗。七七七七七七。一。没这事。他那个一根，然后想说是七。啊，这边应该。好，是我们两个中。那我8000，月8000。你8000。哪里来的8000？来补卡机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19456538，没有。对对对对对，他只要有一个七就有了。所以这个真的很低耶，他才28牌。好，这个游戏就像这个游戏就像我们下面的观众写的一样，不要再买了，千万不要再买了。如果你还期待下一集，记得小爱心给它按下去，按下去。我们这是长片，对不对？对。点赞、留言给它留下去哦。我们然后再拍第三集。就这样说定啦、啊。拜拜。废话不多说，拜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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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他们已经玩粘土了。你有六对。